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刚才坐这儿玩了，远远的我看见俺那草莓种了那一溜草莓，一溜好多红了呀，走，带大家去看看啊。咦，看见没有？红多少？基本上大眼一扫，红了好多呀。咦，这叫谁吃了？咦，乖乖，这不是俺儿吧？而且吃你看看，光吃红了。再瞅这边，咦，还有头里这个，来来来，你瞅瞅来，我刚跟那玩呢，我瞅见那草莓红可多，我一瞅，这个熟了能吃了，红了都叫，这嫩儿嫩了还是？看着不像啊，他吃他都来吃、啊、牛你我听听天王，你看咱那鼻子真大、啊、啥多、啊、小牛倒了啊，长咱那牛多、那他长红一个，他倒倒长红一个，倒倒这咋弄啊？这咱还吃啥呀？要不找个啥东西给那红了给他包住，一个一个都给他包钱。你家谁也种草莓是多少种的还包钱？那这咋弄啊？我的草莓啊，瞅瞅那个红多很，咦，那个还没叫倒嘞，瞅那个多好。这个熟了，能吃吗？拆掉呗。拆掉吧。趁那儿没搁家，赶紧。对，咱俩看见鬼，洗了不洗了，塞嘴里了，这还长得可好，这软和。这个草小草莓，看看。哎呀！啊！再洗呀，再洗呀。对，别再掉了啊。拿好。哎，对，那好。哎呀，这个草莓长多好，我都不舍得吃。第一颗草莓啊，咱家嘞、嗯。甜不甜？汉堡出来了，尝尝。真酸呐！尝尝。看不出来。那你瞅这青了，可不倒光倒红了。红了，他看见了。啊，扎了个那稻草人吧，哎，扎个棍，搁穿个衣裳也中啊，总得，嗯，能防住点鸟。弄个棍，给他衣裳往上一支棱。嗯，你就用弄个十字架，就那种、嗯，那种简单点的。看这一趟草莓，种这一趟草莓还结不少了，真的是，哪一棵让我看了得四五个、五六个，好好管理一下，草莓还能吃上一小筐呢，给这里的草给它除除，瞅这里头，幸亏蒙塑料布了。要不然这草长得比草莓还高了。瞅瞅这一把，这个基本上都倒吃完了，扔给鸡吧。你都二八月乱穿衣，这都五月了。你搁这儿守护住俺那草莓啊！有毛吗？给它戴个。有，叫它去找个草帽。啊，我的防晒帽，这边扣着了。守护草莓使者哈。嗯。这明儿再看看这红的那小鸟还倒不倒了。嗯。再倒，我跟你说，我自己往那一站，我都日夜往那儿站住，守护住。拔草吧。那蒙上塑料布，但是它不长草了，还长得可茂盛。你不蒙塑料布，草别这个草莓长得还高嘞。这蒙住它还长不起来。
看看那啥事儿，这应该可以吃了，长成这个这种紫红了，应该都。蘸指甲都甜了，蘸带点酸。嗯，带点酸，再点长长，就甜了，还不会多甜了。蘸了长长吧，这估计最多一个星期。差不多，如果太阳好的话，几天。嗯。